进来，现在快快，哎，有车！小叔，看好弟弟，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能下车，知道吗？知道，我不会让弟弟离开的。没事，怎样？开车小心一点，好不好？没事吧？脚有点软。OK， 还好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你们先到那个记者会现场，好，好啊，在那边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先走。谢谢你。小叔。小树，小树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喂，青青没事，记者都到了吗？好，佩妮已经进去了。好，记者会开始了吧？喂，喂，记者会要开始了，我们先进去。你先进去吧，我待会就进去。你确定？那一枪，为什么爸那么多年都瞒着不说？总经理，今天的记者会很成功哎。总经理好。而且啊，刚刚网络新闻还有晚报都有报道，反应很不错哎。总经理，你该不会对今天的结果还不满意吧？哎呀，今天只是一开始嘛，之后还有更多回响的。经理，记者会之后，你有没有发现小叔怪怪的？怪怪的。没有啊，
看起来都很好，都很好，很好啊。第一，他差一点迟到；第二，他上台一直忘词。你确定你有注意到他吗？我可能没有像你这么关注他。问你白问。总经理，我知道，他一定是被芊芊的事情吓到了。而且我听说你们今天在停车场，哇，千钧一发，差点酿成意外，所以他应该是有一点心有余悸了。难道他想到了？何必害羞呢？如果在意，就给他打下去吧。来，我替您服务。吃那么少，妈怕你没吃饱，喝点鸡汤。